生病了，一个人去诊所打吊瓶，喜欢上了给我打吊瓶的小护士，可是今天是最后一瓶了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呀？哎，大夫，我这个是今天最后一瓶吗？对，最后一瓶。那我这个回家我有啥就是需要注意的没有？忌口就行，不吃生冷气、凉刺激的，还是行。哦，哎，大夫，咱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扎你，不是。那个，你再给我扎两瓶。我不爱吃药，我从小我就不爱吃药。你就不吃药也行，差不多色儿。你再整，哎，咱俩商量一下呗。我平常我这五六瓶都没事儿，完你再给我扎两瓶。你不扎我心里没底，我怕我好不了。你喝啤酒你要加一个瓶儿？那你整两瓶葡萄糖也行啊。我这两天我感觉我营养都丢了，你给我补充补充营养。真不用，等你好了叫我吧。真不用啊！啊，哎，大夫，那个你几点下班啊？一会儿。那个你是有人接你吗？你对象来接你还是什么的？啊，正好，那个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呗。啊，不是我寻思啊，这两天大侄儿都一直你照顾我，我就合计感恩一下，我送你吧。哎，那个，等会儿，你会开车不？你看我手我咋这样都冒血了，你开车送我回去呗。你下班有事吗？你送我呗。我喜欢上了给我打针的小护士，于是今天我又去了那家诊所。他谁呀？他呀？跟你一样过来看病。不是跟我一样完事你还给他拧嘴，我都没这待遇呢。他不是加完针手疼吗？我看他拧不开，我就帮他拧一下。行，那个，手机给你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会干啥呀？你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？我说啥呀？你都有对象了，我还不合适吧？我什么我对象？我老弟，过来看看我的。你老弟，对呀、啊，那你不早说？你给你老弟量血压，完给我血压干冰糕，你这。你来就是为了帮我手机来？也不是，我不合计，你再给我扎两针呗。扎不了，好了还扎什么？那我这两天我有点失眠了，你给我看看呗，问问诊啥的，我来。失眠这事我可治不了。哪能？你肯定能治。我妈说就是。让我找个对象，完事失眠就好了。去你找呗。走呗。那是找谁呀？这不找你来了吗？啊。油嘴滑舌的。不是，就是你非常符合我妈儿媳妇这个形象。为什么感觉在套路我呢？没有，我妈晚上做饭，你跟我回家吃饭去呗。帮个忙呗，咋不熟呢？我妈这人就自来熟，啊，你去了就熟了。我还没下班，我等你就完了呗，嗯。